NBA 魔术队当家中锋魔兽霍华二度来台，个性非常活泼的他跟现场的小朋友互动也是完全都没有架子，还当场脱稿演出，就教起小朋友们跳热舞，让现场的球迷也都嗨翻天了。最佳中锋 Dwight Howard 是魔术队的明星球员，应邀来台表演，一出场球迷就嗨翻天。挺着一身健壮的肌肉， Howard 原来也是个活泼的大男孩，一听到音乐立刻跳起舞来。还戴起黑人卷发，跟小朋友的互动，不论是灌篮还是帮小朋友穿披风，都超亲切，完全没有大牌的架子，还现场教起小朋友们来跳超人舞。全场的表演在 Howard 变身超人灌篮达到最高潮。Get a chance to see the city.I do want to see the one-on-one building and also check out the night market, the night market, so that'll be very fun. Dwight Howard 除了希望能够多看看台湾之外，主办单位这次还送他了一尊完全替他量身打造拿金杯的布袋戏偶，让 Dwight 这次的台湾之行满载而归。